是美女的特权了吧？哎，何老师，何老师，哎，何老师，哦，来新人了，欢迎欢迎。啊，这是我表妹吕笑笑，这位是何老师，公关界著名的大坏人。笑笑，他刚刚入行，不太懂规矩，何老师别介意。没关系，新人新气象，照老规矩带他四处转转吧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今天我做导游吧。好，那谢谢您了。这边。哎。哎，你好，玩得开心点哈。嗯。姑娘们，来。好好玩啊。谢谢。那个女孩是谁呀？嗯。何老师从来没有对新人这样。谢谢。嗨。啊，看我的小宝贝儿。哎，你好。你养的？是。阿丹。你好。太可爱了，我太喜欢这里了，以后能常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这边坐吧。真的无法想象这地方的主人是个大坏人，能建造出这样的地方的人到底能有多坏呀？那就要看狼养的接班人想象力有多远了。你在说我？你怎么会说我是狼雅的接班人呢？这是公关界众人皆知的秘密，今天我正好有个机会向本人证实一下，这消息属实吗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选你吗？他们都说我是个天才。天才？你相信吗？创意部每个人都是天才，谁又能比谁更聪明？那您说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进入狼雅的时间最短，进入时间越短，身家就越清白，没有秘密，这是新人的好处。创意部哪个美女背后没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那些精美咖啡谁叫失踪啊？那这次我去试试看，看看会不会有一辆神秘的车骑在我这边跑。快走！有急事，先走一步。
你昨天晚上什么搞文件啊？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喂喂喂喂喂。谢谢。是谁呀？走错门了吧？就是我，知道我能走错吗？姐！你认识他吗？笑得疼啊！我的笑笑都没笑。